已经充裕起来。嗯，我们再向前滑一段。青衣楼是江湖中最强的刺客组织，青衣是青衣楼最好的剑客，却成为了青衣楼的目标。让我看看青衣的剑有多快。凡剑招必有破绽，看准闪避，诱出敌人破绽后发动反攻。对方会格挡我的剑招，需以凌厉剑招持续攻。剑意已满，可以发动必杀重创对手。闪招式已被看破，继续强攻易被反打，不若暂且后退。
敌人攻击前，看准时机，闪避，诱出破绽。闪避，诱出敌人破绽后，发动反攻。剑恨凌厉，臣不再有夺命之风。迟暮关无命已经现身，缺乏战衣的青衣，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个无命，你认识？认识。他肯定没有你强。青衣一定是青衣楼中最强。